开局就送了三条龙，那当然是选择培养青龙了。前期只要把材料都用来升级青龙，就能让你轻松通过前期关卡，再把得到的异兽蛋拿去十连抽，十连抽必出五星角色，之后把多余的五星拿去进阶青龙。哇，竟然成为了全魂逆青龙，赶紧把装备给他配上。哎，首充送的这套就不错，战力瞬间暴涨，再搭配上鹰龙激活组合期盼双龙戏珠。我就问还有谁，还有最近总在评论区说 VIP 66这个马试试看，我的天，这么的资源爽歪歪呀。